不脱衣一般都系用好老外来表染改，不过人脸染改拢见过种种不脱衣团。两千年代还是挑一摆用在按卡苏来做不脱衣。伫提风后，当许多反应，大家也紧讨论。过后团长廖兆通也去到学校来推广卡苏不脱衣。艺术老年来当许多各界的倾听。先前还得到了下辈会客家贡献奖。艺术文化类改工作。用普通戏人工一片走戏一片唱，蔡文强用这碗卡法来表演，这是龙兴国普通戏团的特色，也是团长廖兆通推广这碗卡法的重要使命。金南昌做普通戏，还有好高高四年用全力做这碗卡法普通戏。个弄着爱人才体吼，在推动吼，讲卡书啦吼，讲爱就按个卡书，啊往卡书落偏 NA 不脱衣，推广客家啊演出客家传统艺术，嘛系骨得到贡献奖最主要的因素啦吼。底下刘氏表示个廖九彤，此次听见阿爸个不脱戏团，慢慢去表演，新表示是做不脱戏团个桥拍，表演个经验仲丰富。用前年的快充台湾思想，用这碗卡法做舞台戏界挑战力。我初两岁就听了戏班台风，十四五岁就开始落户做球拍，哦，做主任就做了。差不多做了十八岁，我就这个就发图啊，独当一面。我想想，我都要讲卡数，我都卡家做的。啊，也望人做过卡数的舞台戏，啊，望过去我都。做也忙啦，按哦，就只啊两千年一开始都做卡数不来去。廖九彤唔单止长期推广客家舞台戏，咪全力培养客家舞台戏嘅文化人才，所以得到解放国家级奖项嘅肯定。特别得到客委会客家贡献奖，咪系本届青泰嘅肯定。客家新闻李兴龙，云林报道。